习近平总书记啊，高度重视湖南的发展，每到关键时刻、重要节点，习近平总书记都会亲临湖南，为湖南的发展把脉定向、指航引路。特别是今年三月份，指示我们要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上，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上，在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上持续用力。我们深切地感受到，这既是总书记对湖南高质量发展给予的指引，同时也是对湖南各项工作给予的肯定。湖南的发展呢，已经具备了再上新台阶、争取新胜利的基础和条件。